你是来找无安军的呢？今日我你坐到电话，较好处理平啊。啊，想要甲你讲，你形势必变啊。那怎样？我都跟伊做伙食饭啊，现场还阁有你的大伯陈东春、小妹秦天、梅赛依林、文瑶、超越、雅杰，食到我尔欢喜嘞！大家上心的人是我。因大家若是知影，你根本就是往目孔找一个亏嘞，绝对袂相信，一定后悔。后悔。协会嘛是人家总裁作对最好的行定哦，较好朱丽萍哦，安那，什么叫伊救人？什么杀了你的先生？朱丽萍无权无势，陈忠信、陆家拢是靠总裁才无破产的，啊，你去认遐三只亲戚？你敢真是认为亲情有遐尼伟大啊？笑死人啊！就算拢是感觉我享受的，到最后嘛是阮爸去做替身。我看你哦，遐尼介意做阮爸的替身，迄机会就让予你。过去你叫江从爸爸好啊。其实吼，要找到亲像你这样健康的身体、富裕的命格。嘛不是讲无可能啦，啊，只是已经饲你遐久啊，啊，你都断掉，受过怕算啊。总裁用只吞了那个金嘛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做伊后一届替身。你倒去甲讲，叫伊牺牲较紧。牺牲，应该牺牲的人是你。做人上界悲哀就是唔肯接受家己的命运，古巴都好难看。那遐讲啦，你都好好做你的大少爷，享受透透，逐工食饱困饱，安尼毋是活甲轻松，阁快活。我若无要接受咧，你要甲我拍好死，拍好受伤。阮爸敢需要一个长脚长手的替身啊？要折磨你，无要伤害你身体的方式也阁真多咧。你敢真是希望受尽折磨，啊，最后结果同款哦？无要做替身，那呢就一个可能，死人才袂到位哦。那就看卖结果是毋是同款。我靠，有人无？快来救命！那不是江超强的声，我是什么代志啊？王英俊，你真正要丢我的命？你敢确定这是江老师希望的结果？谁叫你都搞不乖？我只是替总裁先处理掉以后麻烦，总是把结果断掉，你都乖乖啊。别再逃避你了我一定有机会会让熊孩江超强。跟住我，白影！白影，白影，你人真戆啦！你看你哪来？我送你病院，来，快点！你无代志就好啊，我这个总算有救到你啊！白影，你较清醒嘞，别搞遐惊。白影，你较清醒嘞。白影，白影。人活啦。
背后一旦身故啊，这么我哩啊。你不卖英雄命，我是兄弟中人，郑老娘，给老五根绑回来，我卖。我一回白银命，你去做酒啦！刚讲你要看白银，老费过多，失去性命。你给人传去医务室去，跟去。是嘞，我恁烦恼啊，妈。你叫我阿妈，秀兰，今麦是啥物情形啊？阿妈，我的亲生爸爸。就是对谢克群，我是伊甲阮妈大汉后生，今天是我生日。你是克群的后生，外孙，这个好可怜。你当问阮妈，无唔对啦，我都是兰兰，超强是我甲克群说头一个囡仔，啊晴天是我甲克群两年了后生落来的查某囝。你是我妈妈，哎呀啦，江超强那戆家讲出家己心事，我的王牌莫名其妙叫人拍出去，以后我是要哪等下手啦？海生。白银，这关你一定要过，那么我的复仇之路就无任何意义啊！有一件代志喊呱呱，你上好全部讲好清楚哦。做礼平啊，不是你讲啥话，就全部拢会相信。你妈妈当作老饭店的艺人，哎，是真的，超强真正是客群的囡仔。当年到尾啊，客群食毒愈来愈严重，有一个冤家了后，我都彻底甲伊分开啊。就是伫迄个时阵，熟识中年。伊讲我的命格会当指引伊，予伊的运势愈来愈好，所以愿意接受我阿公超强，予阮母阿囝过好日子。你嘛知影，伊当初我甲克群两个人的生活真正是足艰苦、足艰苦的，所以我才决定讲要娶超强，嫁予伊做某，不愿意再放下晴天。
谢你，这么多年来，代替我这个妈妈照顾今天，我真正就多谢你的。阿妈，像你唔当管嘛？其实原本有啥物惊到你，到今天病情的生活，是怕生把这所有秘密藏进心肝来。拢是迄个陈东俊，怕败这一切。江超强，你是何必讲啥？江超强，你继续讲。其实陈东俊早就把我妈领出来，所以伊嘛知影我的心思。为了要让伊的政治生涯会当东山再起，伊竟然去贪念，想要把我爸一大嘴。伊特别问我的心思，把我爸讨钱，还够有人脉。我爸为着无想要让我受到伤害，就吞忍落来，一口气给伊几千万啦。江超强讲的敢有影？爸，我来问你问嘞，你敢唔要好好甲爸解释？爸，我嘛是惊我家己的孙啊，乱乱欠人骗去，啊，既然大家拢是一家人啊。嘛，无需要计较这么多嘛。你竟然把我的脸皮扔伫个涂骹打，做出这种卑鄙无耻的代志！我的条件是要翻身啊！一切都是苗木的种地，阿妈，我总算是会当大声叫你，阿妈。超强，拄只你无熬甲真正有够水亏的，老朱丽萍哦，完全相信你，搁拍一支哦，予陈东俊搞，必担重情啊，嘴太起来，无话通讲，敢人拍陈东俊哦，来出气尔，今仔日正讲是我最近哦，笑甲上欢喜的一天啊，我你答应我。在我的面头前当天酒桌，你会放弃，把我当作是你转身所的容器，我嘛永远替你保守你的秘密，当作是感谢你的报答。以后咱就像像较早同款，我会尽心尽力替你处理代志。你看喏，这你做你放心，我拄只已经真清楚跟你表明我的想法啦。你若感觉吼，安尼阁无够。我请一个保证，还是就当作，你安怎我拢配合啦。你吼言达达口如清澈，安怎？一言为定。我先争取着一段时间，先恢复好我的元气，其他的代志拢先行缓下。为着要争取搁较侪资源，还搁权力，去建立家己势力，安尼才会当保护白银，甲斗三工去完成伊的心愿。